哇！青青，曾毅翔再次出手，谢谢线人。当我们稳定下来，我们就是最强的。可以拿出练习时的表现，慢慢的进化时的感觉。打分，我是夏雨，把比分拿回来。哇！青青，曾毅翔再次出手，谢谢线人。我用了一个我真正在带队那种模式在他们身上，应该很多人有一点被我吓到。等等，为什么哪个球都往后扣了？我用了一个我真正在带队那种模式在他们身上，应该很多人有一点被我吓到。等等，为什么哪个球都往后扣了？专注在自己上面。你们几个臭男生，你们不会保护好女生？可以，可以。这个距离真的很远，冲得上去吗？你加油！一倒换四倒了，他现在必须要尽全力往前冲。只剩下玉成心，只剩下十公尺的距离了。胜利在望了，请加油！跟追不上的玉成心，玉成心，小心点。我的压力大到现在。对，很棒啊，没事。很棒，对啊，很棒，压力太大了啦，你们这样不行。比赛开始，很棒啊！在第四水道，蓝队的陈宇，在第五水道，红队的叶子玉，第六水道，红队的林运书。哇，目前呢是红队的叶子玉，叶子玉呢也是在100公尺测试的，她是啊女生的第一名，所以现在呢也没有意外，她是保持领先。在黄队的部分呢，玉书在练习的过程当中，其实呢领队呢大力的赞赏他进步非常的多，至少有10秒的进步。哇，不过陈瑜这边落后的有一点多哦。但虽然他们是有男生哦，测试在第一名跟第二名的选手，现在红队已经要交棒了。雨飞交给第二棒的吴雨飞。前走，小过去。好，文宇飞，文宇飞呢在测试赛，他是所有女生当中啊排在第六名，对。红队也跟第二棒接棒了，目前蓝队的谢雨荣好像已经超过了黄队的壮壮了，不过壮壮这边还是要鼓励一下，因为跟他测试比较起来呢，已经进步了差不多有20秒的时间在训练的时候。而谢雨荣呢，现在则是呢加足马力了，已经有了一半了，剩下15公尺，他有没有机会追上呢？谢雨荣是测试赛上第二名的哦，他现在慢慢的缩短了跟红队的距离，我们要进入到交棒区了。好，红队第三棒的成绩出发。好，蓝队的第三棒的欧兹曼也要出发了。在这一棒，我们的领队前点说，这棒非常的关键，非常关键，没有错。因为刚刚已经有把距离拉近的情况之下，现在呢，陈一又跑的速度把女生给拉开了。现在红队是一马当先，是王子曼，剩下最后大概15公尺的距离，15公尺必须要坚持。红队现在交棒给我们首马的朋友嘉盛，嘉盛加油！400安帅哥的爆发力也要用在游泳池上面。黄队的俊要加油，因为他是在目前的游泳池当中是用蛙式来进行领队的。张嘉盛的速度稍微慢下来，后面的许德伟现在爆发力十足，他的这个打水跟滑手那个水花都超大的，这个力气真的。而且几乎看他没有在换气，力量哦，他没有在换气吗？换气了，终于换气了，在倒数的20公尺换气了。现在呢，红队的夏谷阳出发了，他是第五棒。
取得位。蓝队的下一棒第五棒子晴也非常的关键哦，能不能够再把距离给拉近一点？现在蓝队跟红队是领先了，大概也有15公尺啊。嗯，这个距离有点难追了，就要看最后一棒蓝队的加油有没有能力反蓝。这也是呢，拿过呢全中运金牌的林嘉佑。不过现在红队的最后一棒于承贤进出发了，子贤现在林嘉佑心里很焦急啊，子贤快过来快过来快过来，于承贤已经游过20公尺了，嘉佑能不能够追上这个距离呢？这个距离真的很远，冲得上去吗？林嘉佑一倒换四倒了，他现在必须要尽全力往前冲，只现在于承贤只剩下10公尺的距离了，现力在望了，林嘉佑跟追不上的于承贤下手追击，嘉佑也是非常的尽力，黄队也是继续加油，另一样交给的是下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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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黄队的最后一棒也出发了，红队朋友我们要下台，帮我们下台加油啊，下台下台下台。从我们测试的成绩来看，其实黄队在游泳的项目的部分可能真的是比较属于劣势，但他们也是非常认真在训练的过程当中，游泳是他们最花时间的一个。而且呢，因为比赛地点是在宜兰嘛，就是三队他们都提早一天到宜兰住了，得去适应一下这个天气啊，非常炎热。好，恭喜太爷抵达终点。最终的成绩啊，黄队是4分52秒整，蓝队是4分13秒52，红队是4分04秒20，拿下了这个项目的胜利。好，可以。压力大啊，现在。对，很棒啊，没事。很棒，对啊，很棒，压力太大了啦，你们这样不行，对他来说压力特别大，是因为这是他最好的，所以他更想要拿下，可实际上这样子反而会让自己造成很大内心的那个负担。我们要求的对40、50、60都有达到啊，男生对啊，进步5秒又进步5秒，你从将近80秒进步到50、50、60内，这个是很感动的事情，对啊。像今天慢慢就进步了快20，哎，已经很了不起了。我觉得其实虽然说我那时候可能情绪有点哭，有哭，但是有那个算是我舍不得我的队友，我们在那一刻我们真的变成一个 team。 好，终于到了我们选队长的时候了。好，第一个加油一票，加油一票。好，第二个林嘉佑一票。好，洪轩一票。为什么是洪轩票？嘉佑一票。嘉佑一票。林嘉佑一票。所以我们嘉佑7票，然后就是我们的第四季蓝队的队长。我一直觉得果断的人才可以当领导者，但是这可能就是我之后要去面对的课题。我们队伍里面的摩擦很少，虽然说我们整合的可能慢了一点，但是我们的地基是稳的。我相信在后面中后段，我们是可以一路往上。